等待小鸟的到来。满满的小米就怕鸟吃不饱，因为之前放多少就吃多少，结果这是我家的小阳台，只是种种菜，外面的小风景。早上了，看到了吗？剩下那一点点。我的小米才刚放完，转身放进冰箱，转过头就看到鸟在那里爽吃，超开心的。有亮点。有看到在吃的那只鸟吗？不想让它吃的动作，还看了我一眼呢。